车，能量向度稳定，目标弧度，发动机已启动，未来战队再次出发。恢复了能量池的拉塔带领的小伙伴终于冲出了时空隧道，目标那完成任务的未来战队又去哪儿了呢？东东在欧肯地找到了最新奇的糖果，芳芳在涛泰买到了心仪的手表，明明恨不得把整个 OT shirt 里的衣服搬回家，猪猪陶醉在 欧斯卡夫 买一万块的丝巾中，塔塔在 欧弗莱兹期待着您的拥抱，还等什么？快把他们带回家吧！